均和刹车盘涂装线，自主研发，智能设计，节能环保，全制成100%受控，质量保证100%无盲区，工尾流转，滚道上料，无缝衔接，自动化地链传送，数据同步传输，全受控。变尾滑台完成支撑工装及工件转运，配备工件整平机构整平工件。分割器喷涂台设置在干式喷漆室内，设有喷涂工位和上下料工位，每个工位设有3张盘的旋转轴支撑点，摆动交替工作。多工位机器人同步喷涂，速度更快，精度更高。采用费斯托法岛闭环控制喷涂系统，喷涂磨后更均匀，减少涂料浪费，更环保。工漆系统设置于工漆间内，设有搅拌和过滤系统。移塞机负责分割器喷涂台上下料工位到天然气隧道炉，及变尾滑台的上料工位到分割器喷涂台上下料工位的转运，采用4伏电机驱动闭环控制。天然气隧道炉采用链部进输送，脱梁上设有高低错位支撑杆，提升炉子利用率。电气控制采用通讯方式，更高效、更便捷，支持远程故障诊断、监控及更新。